狗妹，怎样？但是至少你知道你们市长没做事啊，我连我们市长做什么不知道哎、欸，你都不知道？没有，你都全台湾没有人知道，还夸小？你说你们市长没做事？你说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事，我们市长就是连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又跟蒂娜一辆在外面晃啊。然后还是有人会一直抱他，也是蛮好笑的。你娘几掰的，轻轨今年就快完成了，拖到现在，妈的二期都还没完工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冲啥小。你看高雄登革热，北七的青年要回去也回不去，大家生活在恐惧之中。那还问陈其迈到底为什么会爆发登革热？你说他到底在冲啥小？